主料新鲜板栗辅料水准备时间10分钟内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新鲜板栗洗净用刀在板栗上画十字刀口要大一些画好刀口的板栗我第一次自己动手做画的不是很开板栗到锅里加水淹没板栗水开后转中火煮示范15分钟左右就熟了煮熟的板栗捞出拿菜锅盖炒不放油和汤就把板栗里的水炒干十字刀口明显张开就可以了炒好的板栗看着都有食欲吃起来和卖的没什么两样烹饪技巧煮之前一定要用刀在板栗上画十字楼要大些这样煮熟了就好剥壳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